邪思邪心，自食恶果。有一位牛鼻子道士，名叫宋七，行走江湖，向来不务实修行，到处招摇撞骗，很会投机取巧。各位乡亲，救过来，救过来！我乃昆仑山宋七道长是也，今天路过贵宝地，希望为大家消灾解厄，驱病除魔。哼，又是骗人的伎俩。对啊，难不成你能起死回生？哎，装神弄鬼。这位仁兄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全身尽是毒瘴。胡说八道，我身体好得很呢。那你敢不敢让我用这颗蛋帮你检查一下？只要经由我的施法，便能用蛋吸出你身上的病毒。南无大力金刚蛋，蛋蛋神奇，蛋蛋妙，我令你快快吸出毒素来。注意啦，各位观众，请看，这颗蛋的蛋汁已因吸了毒素而变成黑色。哦，大师，我错了，请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你起来吧，本尊师不会怪罪你的。让我再露一手隔空去毒瘤大法，乾坤大力金刚指，万法无边显神通。哎，我没事了吗？哦，搞定！你的毒瘤，我已徒手将它摘除。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这有祖传万灵丹，能治百病，强身健体，但数量不多，价格不菲，所以……哎，给我，我要，我要，我也要，够吗？我出80两。哎，别抢，别抢，一个一个来。哇！这些乡巴佬的银子还真好骗，略施小计便将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嘿嘿嘿，宋大师请留步。哎呦，官差找上门了。哎，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我娘久病在床，又因家贫无法求医，请大师大发慈悲，施展神奇医术，救救我娘。咦，正好利用它试试传说中的中药黄金是否真能长生不老。你听好，每个人的祸福是天注定，不能任意改变，除非……除非如何？大师请说。你若愿为母亲设险，通过试炼或许能有一线生机，请大师明示。明武，你到村南枯井处只身入井中，我就能救你娘。一言为定，多谢大师。大师，一切拜托你了。放心，老天会被你的孝心感动的。嘿，这是大师原来将药放在这儿。大师，这是救我母亲的药吗？大师，大师，你怎么把井口封住啊？嘿嘿，嘿嘿，哈哈，大功告成，过几天再来看看结果。放我出去呀，大师！有人吗？快放我出去！糟了，娘一人在家，一定又饥又渴。你别担心。你是？别多说，让我先带你出去。哇，怎么了？我居然飞起来了。这位胡兄，你我素昧平生，你何故出手相救？你前世曾从猎人手中救过我，因此特来报恩。回去后记得每日在镇上走动，别忘了。孝子脱离险境后，依狐仙指示，每日在镇上走动。诶，
耶，成功！本世纪最伟大的生存秀，由我宋大师亲自担纲演出。各位乡亲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看我宋七重返人间。嘿嘿，宝贝，快显神效吧！谁放屁？拍谁？是我啦！臭死了！好无聊啊，肚子好饿啊，吃点黄金试试看。喂，哭死了！呸呸呸呸！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作恶多端的宋七早已被人遗忘，默默地变成一堆白骨。修行之人必须韬光引德，发露罪前，倘虚张声势，做假场面，纵有修行，亦被此虚伪心丧失矣。